香港中文大学东华三院社区书院毕业典礼现在开始。在恭请香港中文大学东华三院社区书院校董会主席马清亨先生致欢迎词，有请马先生。今日是香港中文大学东华三院社区书院第二届毕业典礼，承蒙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莅临主礼，各位嘉宾上纲莅临，我代表校董会同仁同埋全体师生致以衷心嘅谢意。现在恭请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致辞，有请刘教授。佢哋今后会各奔前程，有啲会升读大学本科课程，有啲会投身社会，各自选择合适嘅途径。但系无论你身处喺任何嘅环境，我都希望各位奋勇向前，持续进修，以求創造更美好的人生。多謝劉教授。現在恭請香港中文大學東華三院社區書院校長譚展雲博士宣讀校務報告，有請譚校長。2007-08年度的畢業生359位同學之中，126人順利升讀本地全日制大學學位課程，其中有20位同學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學位課程取錄，另外30位同学选择透过本地大学举办的海外学位衔接课程，16位同学选择离港升学，真正体验书院放眼世界创出未来的愿景。多谢谭校长。现在颁发证书予各毕业生。以后颁发2008-2009年度奖学金予得奖学生。现在有请中大东华社区书院学生代表致谢词，有请廖奕如同学及顾建文同学。I've enjoyed my time here and I hope you all have as well.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he naturalists who have supported me throughout my studies. I also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college for the wonderful time that I have had. And I'm hopefully back here in 2 years' time for the graduation of my associate degree program.余下的就只是各位同学们的努力，把这个康庄的未来紧握在自己的手中。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可以在中文大学看得到更多更多来自书院的各位同学。谢谢各位。毕业典礼现在结束，请起立。